Emotional Selling 是怎樣的？你想表達一個什麼感覺？正面的感覺，感動的感覺，關懷他們的感覺，是不是？你可不可以用這些態度？會不會很不同？這種分工才有用的嘛，這些就是 teamwork 咯。剛才我們其實是彩排了一次的，我覺得呢，如果你不想用這個，因為剛才不是，我不是不認同 presentation 方法，而是我一開始的照片我已經不想用這個 way 的時候，明白，拍了這一堆照片出來，即因為我很記得 Thor 一開始是說你的照片在這裡，你不能夠辯駁，因為評判有眼的嘛，我很記得這句說話的。咁我說服唔到自己，你有呢個問題，點解你唔做呢個？其實我喺個 task 度，我不停喺度講嘅。我見到大家都有好多意見嘅，但係你要記住，如果我係一個製作，我睇嘅結果，結果出咗嚟就係大家 agree 嘅嘢，我就 expect 大家 agree 嘅嘢。唔永遠記住出咗嗰件結果嗰件事，唔好喺調翻轉頭話，其實我一開始唔想咁。所以我不出聲，但是不是叫你不出聲，而是如果你認為你有資格你有能力去 enroll 到其他人去用你的 idea， 你就應該盡你的能力。但是永遠呢，我做事呢，我最不喜歡就是要，我一早就是這樣，我是很不喜歡這件事，明白我說什麼？我不是針對你，而是你們怎樣去透過你們溝通。我是不介意呢有衝突的，我說過大家六個人是平等的嘛，我也不介意你五個有衝突，但是那件事就是那件事，談出來那件事大家就要尊重嗰件事 ，Fandy 明唔明我讲咩啊？明，下次会更好，有进步空间，咁样先至有更有进步空间。唔系，真系唔系你嘅错，对唔住，我唔系想话，闹你，唔系我。When I Show 广告女王，今晚9:09，Bill TV。